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雪糕仔啊。今次呢条片要讲嘅系《龙之谷新世界》啊，而我系雪糕仔啦个名。咁玩嘅职业系法师。今日要讲嘅主题系宠物。咁最劲嘅宠物咧，我认为就系皇冠歌姬啊，因为皇冠歌姬咧，佢嘅属性系增加攻击力，而且会有呢个经验值嘅加成啊，而且稀有度系最高嘅，系四星品质啊。咁而点样去获得佢咧，就要靠同黄金歌姬去交配啦，咁佢嘅 BB 就会有机会进化黄金歌姬。咁去商城度买呢个进化嘅物品，去进化佢嚟一进入云就难啲。好啦，都好牛奶狗，咁唔紧要，我仲有几只系可以进化皇冠歌姬嘅，我哋即管再嚟试试去商城，咁买一个进化嘅道具系200蓝钻，又或者300红钻嘅。好，我哋继续嚟皇冠歌姬，如果进化成功就爽啦！你啊，点啊？哇，呢个应该系唔系咁简单可以进化到嘅？咁唔紧要，进化到就更加好啦。因为进化到之后咧，就可以帮大家去交配，令到大家个宠物咧都有机会进化成为呢个皇冠歌姬啊！咁名嗰度我就决定为公厕，放心啦，大家即管嚟使用佢啦。咁皇冠歌姬咧，佢就系攻击力起始加187，然后咧怪物经验值增加 20% 啊。咁另外一个锻造时间减少 22.5%。咁呢个皇冠歌姬系九类宠物里面最高品质嘅。咁而家我有呢只皇冠歌姬咧，就欢迎大家可以随时咧揾我交配啦。咁因为交配咗之后咧，你哋嗰狗 B B 咧都会有机率咁进化做皇冠歌姬。好啦，咁呢条片到呢度啦，多谢晒大家先。如果大家中意我嘅影片，俾个 like 同埋 share 俾有玩《龙之谷新世界》嘅朋友，同埋记得订阅我，打开个浪浪，唔该晒，多谢晒，拜拜。